各位老师好，下面我们练习撩剑的上下撩剑。这一种撩剑呢，就是结合咱们全五花的练习。练习全五花的时候呢，必须有这个上下的撩剑，加上背后的挽花，才可以作为一个全挽花，就不一样了啊。我先把这个上下的撩剑练习一下，预备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不同于单纯的撩剑呢，单纯的撩剑就是在体侧来回的走力圆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一个撩剑呢，就是高低高低高低这么做的啊。好，我把这个上下撩剑讲解一下。来，预备，握剑的手法和撩剑是一样的啊，还是这个反手向后，然后在上侧撩的，注意右手剑向上领剑，然后这时候呢，两腿屈蹲，身体下蹲，右剑向上撩，这样形成一个欲上先下的动作。看一下啊，走，向上领，然后屈蹲翻腕，你看右手腕翻腕向上，哎，这下刃在上侧，和咱们撩剑的动作是一样的啊，这只是幅度大，这个呢就是幅度小，直接啪一翻腕就可以了啊。看一下，走，上领，屈蹲撩剑，这个手腕注意由反向，然后翻手向上，这样的啊。看一下，走，一撩，二的时候后坐，这个跟原来的撩剑是一样的啊。然后是由左侧向上撩起的时候呢，这个剑继续翻腕向上，哎，又走了，下合，剑向上，剑柄带动剑身再走啊，剑柄带动剑身，剑在向前的时候，手腕就翻腕屈蹲，这么做啊。然后撩，走，走，手腕，你加速的时候呢，你好像看着在头上方挽的花比较多，其实没那么多，还是一个撩剑，只是呢你的手腕就是抖了一下，就是快了，速度快了一下啊。看啊，走，慢的向前，重心向后撩，然后向前腿的时候屈蹲向上，身体略微左转，然后在左下侧走向前，哎，翻手的时候啪，身体略左转，右肩略向前，这样子啊，走，走，好，我们看一下侧面，来，你们步伐不要太大，走，屈蹲上撩，一，后坐撩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好，上下撩呢，练习这个周身的上下结合，以及这个手臂啊、腰身啊，不断的这个旋转移动啊，让身体越来越柔软，手腕越来越灵活。好的，感谢大家。Thank you.
庚午太极